我已经好久没出山了。该活了。完了，被征服了。你被谁征服了？你看，全是夸你的，说你太正了。这好呀。能不能横平啊？这个角度足够了啊！这个角度足够了啊！来，活动开了，你吱一声。那个他自己有俱乐部啊，如果大家想训练的，叫弹球俱乐部啊，在杭州。如果大家想啊找这个谭初心训练的啊，想去他球馆的啊，你们可以关注关注。叫谭初心啊，对。啊，跟他学主要学步法啊，他步法不错。哎呦，对不起。你要给我赢了，我在你这报班报一个月，我专门学步法。报一年，那你让我，哎 ，sorry。他也有拍卖，对。哇！解球，开始吧。你活动开没？嗯。啊，来，开始。我先。猜球啊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不让着别人。啊。只能是用了自己的拍啊，不是用我的拍。啊。太冲，真不让。现在全日报胜率有点低吧？我看。你这球步法没到位，所以说还教步法呢。我感觉我泡在那个灯上面。还是打这种比赛比较。四不零啊！太深。三二三。操！你这比分，你这老犯错，太影响我心态了啊！让差不多了啊！
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听说过没？啥？就我这个勾手发球，你听说过没？你不能遮挡。我不知道，你听没听说过？没听过啊，没听过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啊。我操！不算吗？发十五。算，必须算，必须算。啊。见识到没？5-5。这球确实好打，看。哎，我的，太慢了。6-6。博哥不行啊。你看我行不行？你们能不能点波关注？呼吸小点声。不会啊，你这怎么消声？7-6。转，你没听说过我发球吗？现在知道，真挺转，不敢接。等会儿，7-7。都跟谁学的？我刚跟你学的，你这个。把空调关一下吧，我有点扛不住了，太热了。有点热。撒。转。老吃发球，我没接。转。没听说过吗？这么夸张。哎，注意口头禅啊，方博。9-9。这两个球我告诉你我怎么赢你。反手怒你。你猜对了。啊，你看你就打听过。反手拧你一把。啊，发短的反手拧你，发长的反手拉你。我先发短的。哎，对不起。不是。这底儿不够，你轻点跑。这不算啊。帅不帅，兄弟们？帅不帅，兄弟们？啊，其实上不上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在9-9的时候啊，我还敢抱你。啊，帅不帅，兄弟们？学到了。长的。哇。帅不帅，兄弟们？就是作为一个男人，啊，第一板失误了，啊，第二板迎难而上，啊，继续爆冲。兄弟们，这一边倒地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帅爆了！啊，这个10-10。啊，虽然你翻错分了，但是可不是给我翻对了。说实话，啊，这个不怪你们啊。
少说话多打球。好。我不说话就不会打球了现在。十一平了。你真轮我呀，我就好不容易拧上一个。好，算出来兄弟们。这真不能让你，太让我了。兄弟们，你们也能看出来吧？我问你这么让我的啊，兄弟们能看出来我是让他的吧？他们说你光顾着耍帅。啊，这个我们直播间老粉啊，学技术的啊，千万不要走，好戏在后边啊！上来我让一让他，这局我全是爆冲，我一个简历都没有。兄弟们看一看平时教你们爆冲全是爆是什么风格啊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好，展示一下实力啊，兄弟们全是爆冲这局。乱发了。嗯。不算啊，不能抛那么高，我们这顶没有那么高。加法球不太会。没说话。好。sorry。好长的。兄弟们，我认真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，啊，这就是我的实力。你干啥来了？嗯，这不领先了，我过去说一会儿。有人说你发球遮挡。发球遮挡啊？发啥呀？帅不帅气，兄弟们？啊，姐妹们。
我知道，没完事，我这不这球不打得挺帅吗？帅不帅，兄弟们，姐妹们？帅。水平差距，确实。你要不能打得这么认真。决胜局啊，嗯，下决胜局了。不要老夸自己，夸美女。我说实话，我有点热，我裤子穿太厚了。不是不喘气儿，那人能不喘气儿吗？啊，我这更和我打球呢。我发谁发你发？嗯？就是要求到五换边。到为啥到五换边啊？啊？看见你。啊，看我难受是不是？你肯定偷偷研究过我。我经常每天都会看你直播。就我这一招，说实话，第一次没有人能破。懵的。哇，真冲啊！这球怎么回事了？发球失误，不练发球真不行。哎，我的，你不知道我特长吗？白短。我今天看你跟那个于和一那个白短。他哪会摆短？他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摆短？我这虽然摆失误了啊。我接不你发球。正常。能发点正常的。就没有几个能接好的，我发球。哎，我的。兄弟们，你们说换不换边啊？兄弟们，换不换边？换边啊？不换。好。嗯，换边。为什么换边？他们想看我的脸。都说了嘛，这是我的特长，白短。我就很别扭。发的有点下子。天气太干了，太干了。
我特长有很多。我的啥呀？这是太散了。哎，你不握手，你这我什么叫吹牛？我有点东西啊，没吹牛，我有点东西啊。啊，你发球发的挺赚。尤其是高跑，其实它这个我们场地上的受限制了。对，我们几个没有会发高跑的。